小暑了，所以要等级很高才可以看，等级要够高才可以看这种稀有角吼。因为家族贵啊嘛。哎，惨了！我这府的人不知道死去哪里去，都不聊天哦，所以是平常太慢是不是？白痴哦，所以平常就是要9倍是不是？我手工都没感觉，是在卡咯。花那么多时间，结果都没有感觉啊！你不是说有线管吗？我觉得是不是太快了？